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人若是伤幸运，就不知道天高地高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力究竟有多少。若是太过不幸，终其一生该默默无名。即使自己变成了一簇的泥土，只要伊是铺伫个通往真理的大道上，和自己的感化大步改冲过去，嘛是上大的幸福。人在旅行之节中得到幸福，就参存一个人拖着物件，也不过心头真爽快。人若是无伊，无尽什么之节，就等于驾驶空车同款，也就是讲白白浪费。如果有一天，我会当对咱的公共利益有所贡献，我就会认为家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啊。两个人交谈，一个人会当细腻共听，但是三个人就无法度负担这个人世上严肃而应该深究的代志。幸福假使伊只属于我，成千上万人当中的一个人的财富，那安尼就紧对我遮紧走吧。
人活着的就应该是一个不屈了倒不倒的强者。神圣的工作，在每一个人的日常事务内，理想的前途在于一点一滴做起。一个人会失败，最大的主因是不敢信任自己的能力，甚至认为自己必定失败无疑。一个人应该养成信赖自己的习惯，即使在上危急的时阵，也要相信自己的勇敢和毅力。祈祷，然后去学习。最可怕的敌人，就是无坚定的信念。对任何一件代志，保持希望总比绝望好。无人会当控制人生的绝对变化。Thank you.
一个人感觉到有高飞的冲动的时，伊将再也袂满足伫个地上爬。放弃时间的人，时间也会放弃伊。一个人是不是具有创造力，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。把希望建筑在意欲和心愿顶头的人，二十届中有十九届都会失望。人生上重的价值，在于决策和思考的能力，而不在于生存。人类向来就是以迟钝的连上帝不断传送来的信号马贝塔来有名的。咱需要伫个耳边讲锣拍鼓，才会产生梦初醒，听到警告，看到原来自己爱伫个万有整体中浑然忘我，才是唯一找到自己的途径。
生命的艺术家电脑被生命所技术，所以印象在作品往往是最好的。人生如同故事，重要的并不在于多长，而是在有多好。一切节省，根根究底，拢归结伫个时间的节省。失败是什么？失败就是走向更高地位的第一道阶梯。位有天才，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里。唔通惊，定定心，咱已经伫个更加好的路上啊！唔通后退，发展你的力量吧。太平经常常会当带来一种危险，就是使人高枕无忧，所以适当的记录则是智者的明灯，是防范于未然的良方。Thank you.
有一些人看到杰出的人物得到了快乐来付烦恼力，但是他往往忽略了那个人所承受的痛苦忍耐以及所付出的努力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驻足回首人生的历程，学业、家庭、事业，当人生拥有了一切，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与来去，向往与追寻心灵层次提升，新的起点从祝福与改变开始，人生的风景将赋予升华的色彩。净土院水陆法会的祝福，大圣经典法义的学习，不仅实践布施的菩提行，也充实内在自我的涵养，对于我们生命中的人事物、过往亲眷、朋友伴侣，在净土院水陆法会的助导下，我们给予亲眷无尽的祝福与怀念，成就彼此，并迈向和善的生命状态。除给予祖先与过往亲朋祝福，更为六道受苦众生祈求平安福善，以一丝纯净念想带来清凉法语，成就无上布施功德与善报。净土院敬邀您一同参与水陆法会，同为父母师长亲眷，生命中的朋友伴侣，乃至十方法界众生祈福，亦为病毒肆虐的地球祈福祝祷，愿大家一同参与盛会，一同成就圆满的人生。桃园佛教联社公告，本联社原定于111年10月27日至11月30日止期间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，因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COVID-19
疫情在国内蔓延，戒会筹备工作受阻，为守护戒指在更安全的环境中受戒及戒会各项筹备工作能更加完善。本次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将展延，期间日期是疫情状况例行公告。感谢十方长老大德筹备期间对戒会的护持与协助，期待疫情早日消弭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展延造成诸三长老及诸位护法大德不便，诚感歉意，谨以此函启白十方，无限感恩。桃园佛教联社住持是明矮致敬。中华民国111年7月1日。今生的身心灵献给三宝，听闻的人们啊，来自三宝的加持必会升起。对三宝及总集三宝于一身的上师所升起的全然信心，将使心如同清澈平静的湖水，可以清晰地映照加持之月。有了这种信心的力量，我们的心将安住于三宝所赋予的宁静沉着之中。如此一来，无论情况是好是坏，对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接下来请收看说故事时间。来哟，进来听广告，大家对我来哟，做伙来合福咯，精彩的故事哦，阿成哥广告。人丁高佛入人情。